是鬼妹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来拍这个玩具开箱串珠手链，是谁买给你的、啊？云婷阿姨哦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那这个它是很多串的珠珠，然后它这边有写用剪刀把绳子剪掉，然后把那个须须剪掉，把那个绳子剪掉，然后把珠珠串起来。我会。然后你会，我们打开吧。原来没有那个开关，哎、欸，在这儿。哎，住我！哦，好，啊。那我来。一起。嗯，好，拉开。耳塞洞。哎。拉起来。说明书，来拉出来。哦，小心小心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因为它卡在这个，对。对，它卡在这个。那我们就先打开这里，这里，在前面这里，对。一人打开一个。好，拿出来。哇，好多美丽的啊！绳子是这个啦。吊饰，这就是绳子，可以串起来的绳子。要看它多长。那你先选一个，你先选绳子。我要选粉色。好，粉色。我来。就交给爸爸，你先找珠珠，这样会比较快哦。对，然后你先找珠珠，因为这绳子是有弹性的哦。你要找。你看你的手手，你先借我手手，手手要多大？所以它也不能太大。瘦。对，所以你的手手差不多这样子，差不多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哦。剪掉。对，我要剪掉这里哦。好，那你先挑珠珠。那我这个就先把它剪掉。你再挑，就在玩。好，我先剪掉。哎，你说我可以剪一块哦，这一块是阿妹的。一个。你先找，对不对？嗯。先找一下你要的。星星。放这上面来。好，爱心、星星、糖果。还有吗？你都选粉红色。这太少了吧？还有，这里还有这个啊，这个也有。超大的爱心哎。还有这个蝴蝶。每个都来一个。对，要几个？还有啊，这个也有啊。要几个呀？你可以串啊，像那个一二三四。我最喜欢 A。没有 A 怎么办？这好可爱哦。Z 嘞，我的英文字母第一个字就是 Z。阿妹在选的时候，她这边有教，就是到时候可以把它绑起来。好吧，没有 Z 那我们就绑起来，然后就变串珠在这边。找到我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。Z 哦，哇，好，那我们先把 Z。Zoe 还有吗？这样太少了吧？那我你先来穿穿看，我要穿。你要穿好，你穿看看。看看够不够？噔噔噔。有可能还不够呢。有，你看这样一定，我帮你抓另外一边，因为怕会溜下来。那我先让它下去了。好。好，对。噔噔噔。可爱的串珠，串珠珠珠珠手珠手链，对不对？可以说我是珠嘞。可爱的手链，是可爱的手链。啊、是串哪边呢、啊？它一定有洞洞的啊！你可以串很可爱的手链哦。往前推，对，往前推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厉害哦！好，三个了。还有，我们看还有什么？星星，三个啊，星星，好，星星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一定要抓好另外一边，要不然等下整个那个珠珠都飞就跑掉了。那就会哭。好，还有吗？没有，太少了吧？不会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重复啊，还有很多没有进来耶。我知道。它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基本上应该还好。好了吗？还没。推。这个太难用了。太难用哦。我来试试看，看我这么。好，有路拉出来。对，还有吗？还有。我帮你抓，你赶快，我帮你抓。抓一下，你抓没有的，你没有的，对，那个就没有。不行，太大了，我手会痛。还有哪一个呢？好，可以哦。
好，再串串这些，看看还可以吗？串串看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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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还是爸爸，还是我用，还是我用。你帮我抓着我来。好，帮你抓着。你要留长一点，对，从下面长一点进去。咚咚咚，终于下去了。哦，好，再来。你要抓下面一点，它才有那个，才有那个角那个长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很快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。再来。你怎么放掉？哎，我放掉了。对。啊，因为你拉了一下。别动，别动。来来来，你帮我抓一下这边，嘟嘟。好，你帮我抓一下，我把它放回去。好，我抓好了。继续，还有一点呢。好，还有一点。对对对，你要抓长一点。对对对，我这边抓紧了，我抓紧了。你最多再给你拿个两个，就差不多要满了，因为也不能太长，最多啦。加油！看不到吗？加油加油！有没有洞洞？有洞洞呢？洞洞呢？哦，有了有了。好，还有吗？还没，还有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或是不行，最后一个太少了。最后两个。糖果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对啊，这个还没用。好，来吧。钻石，我想要粉色。钻石，没有粉色，好。咚咚咚咚，可乐了。你要再后退一点哦，因为对对对，你要留长一点，要不然它下不来。耶，还有吗？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那就是要给它绑起来。我好怕哦，太小。不会，它是有弹性的。那我们可以做两个吗？我们先做一个，因为这一个就怕有点弄不起来。这个要先绑起来哦。好，先绑起来有点难呢。我会绑，我来绑。我会绑。等我一下哦。等我一下。我绑起来。然后。这里最重要是这个结，哦 ，yes， 我来戴戴。等一下，要绑紧，好。好是哦。手收。耶！太紧了吧？没关系，它会松掉。它，你看这里，这样比。叮，可以。那我把。是不是穿太小？不会。我们这是第一，先做一个，然后后面再做更多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分享给大家，这是一个手链的串珠，它有很多种那种样式。那这个是在好像文具店、书店买的哦，对不对？那就说谢谢云婷阿姨。谢谢你。那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